小好，破。拍片拍片，然后再加上开个直播给你们看，好吧？决定了，就你要抽什么？抽到没有？我就是单纯要抽那个爆那个暑假的机台啊。三五八杀小啊！啊，就不想花嘛，懒得花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接下来这个礼拜会不会陪你们玩，就决定在这一抽了。我靠！不然嘞，不然都不要抽，就没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来吧，抽吧，抽！那三五八你是抽到出来吧，一百万金！我不想回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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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回人。干林老师，干林老师！啊！漂亮，乐色！国风我已经解过啦。天师拿国风来打我！不要，我很烂，我很烂。拜托，不要。请拿你国风来打我！为什么给我中啊？就跟你说啦，你要武器，他就不给你动啊。天师来打架。神来死，还要买啥？可能马克听到你这个好不想回人的话，他决定让你抽一次。双卡有没有？双卡有没有买 ？PVP 很烂啊，跟你打我一定输。不会啊，我没多强。至少速度快啊，我速度慢就输人家一截。这游戏就是速度比别人快就可以人家一截。要不要买双卡？我知道我要买双卡，双卡七天就好。真的是莫名其妙哎、欸，好、哦、说不要什么来什么，说真的很讨厌，就是我不想玩啊，给我这种东西。然后上一次是那个暗天两天，再买个火靴跟什么猛将之类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，那个太贵了，不想花。我就农装跟小拖鞋就好了，等到过期再说。干，我刚刚想说打血烟的时候就农装小拖鞋就好了啦，对不对？我要配什么石头啊？天使来打架，再配一个凡死啊！不要不要，刚热凡死太浪费了。天使石，我买天使石啊！我撞到、啊、天使石，你那是叫他打灌木去了吧？啊，有了！上次玩九尾亡两，对不对？这次玩树木，决定了。树木是你网络发生什么事情？对了，啊，天师网络挂了。Hello， 还有人烟不丢的干。电视网络变彩虹频道了。干，我有回来了吗？有。为什么我都换网路线，所以不是网路线问题？啊，那个你可能你一个什么电信局又在搞事情了。莫名其妙哎、欸，莫名其妙。电视你要不要买个属性石头？我上次玩过火石啊，所以我不是很想玩。武器风属性，我建议你玩风属性。都风属性。对啊，这样会比较好发挥一个属性的优势。是哦，可是看你不是很想，你想认真。当然要氪金的话，当然是要买树木石啊。上次玩过树木石不要买。树木石如果有装石头，命中率会比较低。啊、是真的、啊。没关系，就时间看看，才33块而已。也好，不然你买死神支持。我阴阳烦死啊！我是买烦死的。烦死！天之好像不行，烦死，觉得很废啊！我觉得烦死超废。好啦，省点钱，省点钱啊！听你的风使，那我就来玩龙卷，有没有？那个龙卷，那个一只，那我也拿龙卷来跟你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为什么没有吸吹？讨厌，没吸吹不好玩啊！这时候就跟天师说一句话，一只猫拿着张脸走到他的面前。好啦，今天先抽到 BOSS 武器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幻影片。不是先来跟我打架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先打解个，顺便解个任务来，千仞斩两场。还有那个什么一百一十层啊？那秋叶车吗？刚才没有修炼啊，好啊，没修炼就没修炼。你要玩修炼啊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修炼还要拖太久。修炼有点高啊。还有人吗？就我跟你啊、喔，我一定被打死啊！战术呢？战术，我看一下你带什么道具。干，你偷看人家带道具，我就没得看这些。反正一秒钟啊，你看完了。没有道具，两秒钟啊，你看完了。我觉得道具没打好看啊，就道具后面就没有水跟什么而已啊。
好强哦、嗯，你的道具。哪里强啊？就是之前运卡留下来的，是能干嘛啦？那我要认真打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在哪在哪？随便你，我没有很认真，就是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开错技能了。哎、欸，开错技能。这鬼猛玉咋打感觉像溜溜球？溜溜球，原来是溜溜球，还是鬼猛玉？是新版的溜溜球。啊，就溜溜球啊。就跟你说这个啊，来不及！花乱到底能干嘛、啊？花乱到就好玩的。哦，满了。哎，奇怪，我插砍不出来，问号。我比鱼眼烂哦！嘣！我直接蒸发有没有？没有。鬼猛玉种的中间啊，没有。来反奥，看你反奥！哎呀，可惜没有反奥。我没有魂啊。哦，好吧，那GG。到底能干嘛、啊？好久没玩 PVP， 跟智障一样。可是你前几天不是才玩过而已。对啊，哦，被砍了啊，被撞了！你看，超废的操作，不要标我，我很可怜，这个才300块，奥义，奥义。我连钢铁镖，这个跟第一叉对砍一定是砍不赢的速度。来点老钱一点的东西，两个都没中，我也出老钱。还好，这只是一个人数。哎呦，还有雷电丸。麻烦。哎，干没有人数，没有人数不能玩啊！我还卡住哎、欸，我的天！不要砍不出啊！要死掉啊！哎，你是砍到我哎、欸？对啊，不是。欸、是是是，你是砍到我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我打完了，你们有没有打？我被虐爆啦！救命啊！啊，死掉了！啊，要死了！啊，不要！大哥不要！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！你有想过我心情吗？没有。你偷打、啊？记录这一定没熬不到。我也要打架、啊，他刚有问你说你要不要打架、啊，你一直没回应。哦我在打怪，我刚才打怪物啊，可能没听到、啊。谁刚好问我？K 啊。哦，我没听到、啊。你们在哪边开啊？秋叶。不行啊，打不赢啊，打。这时候就跟他说秋叶。哎、欸，天师怎么有国风？刚刚一抽啊，我就说我不想回人，我不想回人，给我100万金，一抽2000国风，干你老师，我快气死！那这个跟不跟玩啊？那你是回定的？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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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快死！哎，出不来啊！不行、啊。很故意，
哎、欸，距离不够啊！我在干嘛？不玩了。啊！哎、欸，你还可以抓那个最后一秒啊！当然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多一个人就要变两个人千人斩、欸，我在解千人斩任务。哦不，不是你死我活。哎、欸，无名也来，无名也来了，欸、可以、欸、可以可以组千人斩千人斩部队了。要玩道具的吗？还是玩我都没买 啊？我都没买，我都只靠运卡。我觉得买道具玩 PVP 实在，你就看到一堆那边大傻逼哦。我钱好多，九字闪现神仙，哦哦，好多钱啊！哎、欸，不是不用强化手甲是不是？人生魔水就好了啦。我就反正我就什么都没买啊，我就什么都没买。干莫名其妙给我两天国风干嘛哦？哦，然后也不给我其他的，让我解一下服装任务。天使女就要断线了。干、哦、我又断线了吗 ？Hello， 我又断线了。没有，你还没断。干你的感觉要断要断的，要断。我发现我有这把武器耶。可以啊，没差、啊，反正战术很强，我就抱战术大腿就好了。战术可以带领，战术引领我们走向胜利了。Victory， 我很烂。痛哦！哎呀，慢了一步啊！痛哦！战术补血，靠腰，浪费了。哦，我要死翘翘了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可以在雷电之间插砍我啊？凑巧，凑巧。工人玩很多就开一开先。死掉了。哎，不要搞。招财猫。嗯。打无限打到招财猫，嗯，对，没有错。最靠狠的是你了吧？打无限算掉出一个什么木头招财猫干？哦，不要砍我！啊，我把忍刀先关掉了，我给他开。哎，都可以抓那个 timing， 很讨厌，我就抓不了哈。大雷包！哎呀，这怎么玩？哎，等一下。讨厌玩 PVP， 就是 PVP 弱者才会来玩打 AI 的，结果打 AI 也没多强，真的是。刀一速度太慢了，刀二速度太慢，我被撞死了。无名超强。哎。不可以霸凌我！你看我连钢铁热血都插砍不出来，莫名其妙，砍不到，笑死了！你以为你一直砍就可以砍得到吗？没有。Miss。你一直在拉，是不是？你
再拉它会停下来。哎，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不要真的无底虐人啊！你是偷看我直播？没有啊，干，我要死掉了。没有打嘴炮而已。哎呦喂！不行啊，这我是反手标哎、欸，这里不好标啊。我觉得我要蒸发了。啊，好痛啊！不要咬我、啊。你看我被虐爆啦、啊，我还被一把吉他虐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要玩千人啊，不然玩绝命啊。真的是我爆了。一千天之雷啊！没有啦，不会啊，想玩绝命啊，没差。没有啊，我就哇、哦，这奥义真舒服，麻溜溜的。好了，两场战斗参与完毕。绝命吗？等一下、哦，我去开一下声音，没声音。乖乖，天师 S， 哪有啊？超弱。天师真 S 哎、欸，我知道啊，那个评价是假的。好了，先解完了，我要去打幻影片。那我声音怎么？我声音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好问题。等哦。这谁啊？巴斯段那 DX。哎呦，黑剑小太郎怎么打呢？硬砍啊，欢迎！直接魔水硬一大堆神水，一大堆魔你不是有那个什么鬼东西的国风？国风，对啊，就觉得好像太简单了，就不知道怎么玩啊。神酒好了。一大堆神水跟一大堆神酒。无名啊，无名在哪里？啊，决定了，就这样。要打路人哦。打、啊。你们就不要先围殴路人就好了，你们就善待包容他，然后他们打你，你们就打回去。尊重友善包起来。不是、啊，我是觉得说，有时候你开房，然后跟好友在一起，突然间路人进来，你们全部围攻路人，你是要把路人赶出去是不是？这觉得我会觉得很靠北啊。我也碰过这种房啊，就是你进去。这种房通常都被我全部杀光了。很好、啊，通常是路人顶不太住，不是我们故意要杀他。干两只木。等一下，无名呢？那就自己开就好了，到底不是什么开？我应该带木盾的。我没有声音。打到两只木雕的神经。欸、我会被割。搞什么？我好像打不到 S 哎、欸，太久没回来了吗？还是我脑残？你不要偷射我！我喜欢射你。欸，我会那个，我为什么会那个？为什么电脑要重开意思吗？我那个到死了，我的天啊！你的网路在卡，是在 Hello？ 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连复活都会那个。对，可以跟天师讲一下他的网络在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的麦也会那个。天哪、啊，这怎么玩？那个。我要死掉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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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在转，
我天啊，就是卡在一分三十一秒，学生他小。我电脑重，我电脑重开了，我要把电脑重开啊！我把这个幻影片打完，结果幻影片打完全部都是。我还是不要知道什么一百万、三十几万是什么时候好了。反正我就没了。哎，我连开掉的火药都不见了，我都回来了，只是累个到一种极致。现在网络怎样？开那个八轮啊！我换网络线也没问题啊，也出问题。对啊，开八轮。好了，这一次来打黑刀小太阳，等一下也是累个到死掉。对，没错，我已经黑刀小太阳，我已经估计好了。昨天的三十三万。而且我这次两次队友都是暗杀者三号，问号。他可能暗恋你。对哦，他眼睛太难看了。你怎么歧视人家？他人家黑眼圈了。我也黑眼圈，两个黑眼圈加在一起是不对的选择，会变成超级黑眼圈，以后就进化成熊猫。我靠，无分的。我不是已经进化成那个什么了吗？跟你讲。来呀、啊！你们来呀、啊！你们躲不下来。你怎么对那个八十段的那么残忍？搞不好我已经上去，我已经等，我等他，我等他一秒钟了，他还不走，那我撞。等他一秒钟也太久了吧，也是 啊，善待新手，善待新手。我等了一秒钟，很久了，对吧？沈威，你们两个不要强奸我啊！我没有弹你啊！你们的口味会不会有点太重了一点？你们两个同时下来，我直接吓到。我本来就是瞄准他。瑟瑟发抖。我直接拿你当跳板，踩在你身上。啊！端腰。哦。不要咬我！一直他没撞到妖气石，送他去死吧！做不到他没撞到妖气。看光天，光天怎么打？他解了、啊、哦，光天就是买一大堆道具硬跟他干就对了。啊，光天哦，人生人生人生，我拿国风单卡，别开玩笑好吗？不要，没有啊，光天左下角可以单卡。一定要左下角，右下那个右，不是你这样子抽王五就没有意义啊。这样有比较爽吗？那不然你就王五硬砍，硬砍就是硬砍，直接硬砍到爆，把它砍。他应该像那个八分金一样，那个疯狂奥义，你塞一颗那个什么烟雾过去啊？哦，银翅，你不要撞掉，浪费我的时间，银翅。有没有听到影池 ？What are you fucking doing？ 影池，表示我是人。影池下去吧，影池，废物。影池表示我好可怜啊！竟然被抽为队友，还要被嘴啊！哎呀，光属性没有，其实没有。他没钢铁啊！他瞄到我就白眼了，蓝了。我怎么又砍不到他？问号。不行啊！我好像连打表皇琼都打跟智障的，怎么办？你不是打我都可以拿到一盏？打那个不难吧？突然觉得这样好像讲什么好像怪怪的，不过算了。差点修炼扛不住，是个人生。
我都跑不掉我想乱人家尬标怎么办？干球里面钢铁，干他一直在等标哎，他就用连点那个、啊，你点他标就好了。啊，我爆了！克制等标方法就是反等标啊，不然你一半尬标就是在尬网速而已，或者是手速。没有啊，都在尬连点这些人。我差点被送下去啊！我连点会爆掉，有时候手点也会爆。要奥义了吗？他要奥义了吗？他要看起来要奥义。啊！忘记装变换。其实夜魔这个没什么用。蹭个无敌时间，不然他会一直砍我。装快撑不住了，我打得好慢，我在跟表皇玩过家家，过家家，来过家家，表皇，奥三，第二次奥三啊，第二次没办法标赢他了，标砍的话。欺负我手短啊！要换圣龙干你哦！我很苦都可以干掉他嘞。奥三，他不奥三哎、欸，他到底是不当机还是没有啊？这边奥三了，我穿猛将他卡不死我了。他被他奥义就先奥义，我不想跟他飙，赶他一直给我倒退路。他来了！我从表皇拳王杀死都没什么声音了。三个胜场，夜低叉小太郎，开场多。这是一个热钢铁热血，就直接。可是我兵长哦，兵长，拜托不要撞他，拜托，你去旁边去死好不好？兵长，兵长，兵长表示老子在搞事。我那个了，我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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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了。我又出来了，我又回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一定要死了，我一定死了。天啊，这到底这网络是吃屎是不是？撞掉吗？你撞不掉哎、欸，撞不掉哎、欸，还好吗？撞不掉哎、欸，我老了。看你才几岁说老了，我才要说老了那种人。没有啦，手感生疏啊，手感生疏，太久没有玩了。干一个低叉小太阳被一个那个搞到不知道在打什么东西，有时候还会火蛙拉出去，然后要撞人的时候没拉到。怎么没砍到？干低差小太阳，才 A， 我被卡到只在 A， 啊，还有一场直接卡到断线，莫名其妙。你的 King， 你的 King， 哦。战胜儿童池，青铜不倒猎人，本日全胜大乱入，哦，整批整红。
装扮，我已经打鬼神王国崩。好，夏日观浪30次怪木不要，真相一第三次不要，封口6分钟内突破封魔篇。哦，你可以拼个1分20啊。不要，不要，在我这种网络会卡的状况下，你要我拼1分20，我他妈宁愿去死。不要，别打，磨脚磨脚，好，好，决定开上山，上山打架。唉，一脸就是等佛灭的样子，很明显啊。看一下这种会突然间定格的网路能不能拼到六分内呢？你一定要留魂衣，不然他一个夜壶下来就直接服你。哦，他没有算他钢铁的时间。连这个都算了，那么六，这一定要算了、啊，可以算啊，算得到的话，就是他钢铁结束的时间，你刚好凹下去或是砍下去之类的，就像我刚刚这场这样，7秒，嗯，钢铁是你刚说8秒啊，18秒，然后要再加3秒，你每撞他一次就加3，哦，因为重现是记得是3秒。这样太专业了、啊，这样我不行。九字也是，对方开九字，你每撞他一下，他可以啊，本来就可以读秒啊。哎、欸，那个黑猫嘞，快点，我们来围殴紫豆饼。对啊，黑猫嘞，黑猫你怎么跑去爬那个？跑一下，买一下道具、哦。没有2魂啊啊、哦哦！我在干嘛？黑猫也排他怪了吧？已经66了，很慢。那我们单挑吗？可以啊。不要千人斩呐、啊！千人斩呐，真的不好玩。不会啊，我不喜欢玩千人斩。他没人要打架。靠药，我直接被。一叉小太阳飙死！我今天是在感叹啊，是我今天状态差，还是真的变废了？无所谓了，会在意就稍微在意就不会玩的啦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可以爬101层哦。不要这种网路，不要！等一下爬一爬断掉，干嘛撞我？我怕太明显了。那我要演得像一点，是吧？呜、哦！你居然反应得过来，不一般哦。没有，我有被你挡到一下，得等一下。等等。对啊，手感会慢慢。那我稍微认真打喽。不要，我会怕。暴击魂，没带标识不跟你尬、啊，嗯。
啊、哦，空奥，然后他跑回来接奥。吓死我！以为断网了，我就知道你要佛了，被你发现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！不要断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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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了，对，又要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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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断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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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断了，对，我要断了，救命啊！无名。无名，你在打别的游戏吗？无名他下了，你没有看文字频道哦。那他应该去打别的游戏了。我在别的游戏遇到他，靠药那个名字不一定是他。小心佛灭哦，黑猫。两个儿雷眼，没那样搞。啊，没有人要进来。九七，现在都没人要进来。对啊，晚上比较有人啊。现在不是晚上吗？哦，还早。现在下午。最无脑的打法，魔九七木。放石头，按太快了吧？差砍了，来不及按魔水。这当然，这两刀是必中的。刚好没了，算准了。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没有，我没有紧张。不要咬我！一分还有三分五十四秒就进到第二十层，其实还好，随便打都可以。魔九金木，好老套打法，怀念的三分内，结果打不了三分。你是两刀，这是用 bug。这个什么三十层之后的他们的都会出现。然后断了，好了，难怪你丢不赢刚刚那紫豆兵。我会断啊，我会爆掉啊。雷野青铜，你刚没有丢到我一标哎、欸。大乱路，我不敢按太快，那光天，你是用连点吗？还是我用手点？他用手点都会爆，一定要用手点啊！我有连点是秒爆，那你要学会控制啊！完成三场真相，101层无限，无限十层，我先爬个无限十层就好，101层我再拍另外一部影片好，等一下爬到100层我就断掉，那就已经是该。开了。
至于会排到一百行就断掉。鬼猛运就 OK 的啦，看你都爬到七十六了 ，easy。只是有时候打起来有点无力而已。我连抓个四狼轻毁结束的瞬间都抓不到，真的是。我枪标还可以吧？可以啊。不要跑走啊，前辈！回来啊，前辈！那天之前还没下雨吗？快啊！这种天气阴阴的。不是五零已经下雨了？那谁？已经下雨了。什么二零？二零下面挖沟一堆树枝，那个我忘记他叫什么。2048。哎，然后拿罗刹那个。你说二折？好像是吧，我忘记。昨天吗？昨天有跟你们一起玩的。然后他就之前反正之前跟他打架，他就一直叫我跟他尬飙。还有，被烤鱼的一个关卡出现。我拍几分钟啊？41分钟啊？是不是拍太久了？会有人想看吗？没差，那个时辰斩打完应该就没事了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我靠！我差点被遣返回那个阴间。我有看到你用鬼猛运摸一下，他就喷出来，他直接佛灭你。那差点被刚刚那应该是不会玩，看地图就知道了。啊，差一点就要重来一次。我没有抓到轻毁结束的瞬间，真是气！看来今天真的不知道在干嘛的，卖萌了。然后一定有人看那边开始靠北了，为什么国崩会被这种人抽到？傻小，对啊。就有人有些人可能技术比较好，就会开始就会不爽，为什么国崩会给这种人抽到？操作有够烂的，废物之类的。不要嘴废物啊！你在人斗嘴废物会被 ban 掉，被 ban 掉？没有，就是那个字会打不出来，禁言哦。对，会被禁言。啊，十场打完了。我要去11场放一个奥义就下去。黑猫，你那边是大雨吗？还是怎样？啊？大雨吗？算小，没有很大，蛮小的。好吧，那我目前是看不太出来，因为没有雨声，跟我窗户都关着的，所以没有雨声，也没有那个。好，结束挑战，耶！运动就是最好的复健，运动手指嘛，手指运动，嘿咻嘿咻。有人要打而已吗？不然我要先电脑重开一下，不然那个网络我不敢爬101层啊，会去世啊。而已，我刚才打完。好，那就算了。三项真相，然后这个是101层。我现在也不能出去啊，我现在还在那个。我知道，你还在关卡，你还在爬101层。好，那就电脑重开，等一下来拍101，希望不会断掉，断掉就再重新拍一次。好，这样跑不到啊。那现在先这样啦，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盖 BG， 为什么要给我抽到夜叉的国崩？好，谢谢各位，不，你太着急了。